杨幂的毒舌圈里圈外大家都知道，从来只有她吐槽别人份儿，就连一向以霸气总裁范儿自居的黄子韬也不例外。就在昨天，大幂幂和黄子韬一同现身游戏代言活动。在大幂幂没上场之前，黄子韬是又唱又跳，炫酷拽霸天。谈到游戏，他也依旧是自信满满，高冷到挺不下来。我要把我的光辉做到第一。哇！我不会去找他那个领导去拿钱，我会自己去好好的玩这个游戏，把它经营到一个最厉害的行会。觉得你们可以再建一个工会跟我对干。可大幂幂一上台，黄子韬竟然就像换了一个人，不仅变得温柔低调，笑容不断，连对游戏的信心都大打折扣，百分百被克制的既视感。你罩我好不好？什么？你罩我？你那么厉害，你还用我罩？我见杨幂姐姐，我身上那种霸气的那个就没有了。你觉得你刚刚帅吗？不帅。让大幂幂都忍不住调侃起他来，引得台下粉丝一阵阵尖叫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们私底下不是经常发微信吗？你干嘛这么紧张呢？你站过来，你别怕我，他在我面前都是小白兔。只是你和小鲜肉这么亲密，不知道刘恺威叔叔会不会吃醋呢？腾讯娱乐北京报道。